未知的星球，邂逅了名为亚比的神奇生命，而我则是探索者中的一员。身份认证完毕，休眠舱开启。警告：气压舱分离，左机翼受损，航线已偏离。这里是星际巡逻小队，我们正遭遇黑罩体袭击，请求支援。警告：飞船受损程度80%，下一次撞击倒计时：10、9、8、7、6、5。黑罩体是冲着奥拉之辉来的，必须在这里拦截它。这就是你家的神级亚比修罗。对，没错，这世上只有你能唤醒他。上吧，修罗。黑罩体已经入侵到卫星轨道了，他们的目标一定是永恒能源奥拉之辉，必须马上返回奥拉城，告诉探索团黑罩已至。糟了，有埋伏。在黑罩体
久违了，奥拉。怎么会？进入奥拉之树的传送台就在前面了。传送台的亚比们被黑罩感染，啊！可是想要驱逐黑罩，迷途的探索者，你我在此相遇，想必是命运的意志。此乃蕴藏神秘力量的亚比，快请他们吧，随我一起破碎黑罩。说，只要前往奥拉之树。对了，修罗的亚比球，我先替你们带回总部修复吧。有需要帮忙的，尽管联系我。奥拉之树是生命引擎的中枢。是所有生命的源头与归宿。传说中，奥拉星上的最强亚比九大霸主，将在生命的尽头回归这，以生命最后的能量。原来这些亚比，你是说？没错，也是你的葬身之地。是。是伊乐，你究竟是谁？你已经不需要答案了。看来计划进展的重回故土是什么？奥拉城还是和从你的夙愿终将走吧。我的人生。原来这一切伊乐是假梦，明明都已经是生，要是让我再见。喂，我知道你没死，你的生命正在流。刚才刺穿了我的衣，他不是冒牌的吗？初次见面，来跟我链接。哇，你干嘛？我发过誓。唉，怎么回事？注意到了吗？现实中的你只是这股力量。我明明没想到，别想让我救你了。难道他才是真正？不听不听，他难道那混蛋是想把我最受？来，与我链接。我真的活过来了。
伊萨尔的气息就在前面，他还没走远。伊萨尔竟然没有亲自动手，他在等什么？我们快追上！这些黑罩亚比的进攻。奥拉之辉不仅仅是无限能源，更是凝聚众生的生命之光，镇压着星球毁灭的意志，天灾黑罩。奥拉之辉一旦离开了奥拉之树，天灾黑罩就会在奥拉星的各地复活，星球的未来就只剩下毁灭了。伊萨尔难道是想用奥拉之辉唤醒天灾黑罩？哼，不能让他得逞。
你还会抵达那个命运的尽头吗？期待与你的下一次见面呢，英雄王。到此为止了。你醒了，你已经昏迷。放心吧，只是而支撑城市运。你看起来恢复的不，我们对你的身体进行此前一不可能。可是从检测结果，伊萨尔的真正意图，想必你已经了。失去了奥拉之慧，我们不能坐以待毙。我能理解你的顾虑。现在人们。你所做的一切，等你决定好了。对了，在你昏迷期间，沃克街服装店的老板联系。